好啦，咁而家咧就考慮咧以下呢堆嘅 data： 48、72、83、85、88、88、98同埋 A、B、C。好啦，個題目就話啦，呢堆數字嘅 mean 咧就係78，而個 mode 咧就係72，揾翻個 median 係幾多？咁你留意一下啦，因為咧呢堆數字嘅 mode 咧係72，咁即係話啦 ，A、B、C 裡面咧起碼有兩個咧都係等於72。你又知嘅點解？嗱，因為呢度咧起碼兩個八八㗎啦。如果你要72做 mode 嘅話咧，至少有三個72啦，係咪？咁所以 A、B、C 裡面咧起碼有兩個嘢72。我假設 A 同 B 都分別等於72啦，而個 mean 係78啊嘛，即係話呢十個數字加埋就會係十乘78啦。我哋就計到 C 就74。然後啦，我哋要揾 median 之前咧，就要將呢十個數字咧由細至大咁排，就變咗就係48、72、72、72、74、83、85、88、88、89。median 咧就係呢個第五個 datum 同埋第六個 datum 加埋除二啦。即是74加83除2，答案就是 78.5。